接着看到来自国际的消息，2014年奥斯卡入围名单在台湾时间16号晚间公布了。这次入围名单并没有太大惊喜，大多是外界预期的热门人选，而主要大奖呢也都是几部热门影片在竞争。最受关注的是《瞒天大布局》再度引领全场，囊括了最佳导演、男女主角、男女配角，还有最佳影片的所有主要提名。但是其他影片呢也是来势汹汹，呼声颇高的《瞒天大布局》、《怒海劫》、《地心引力》、《华尔街之狼》都如预期入围最佳影片。另外呢，还有《要命俱乐部》、《云端情人》、《内布拉斯加》和《迟来的守护者》等九部影片。最佳男主角也没有脱离早些各奖项的热门提名人选，包含了里奥纳多·迪卡皮欧、马修·麦康纳、克里斯汀·贝尔、布鲁斯·邓恩，还有齐维托·艾吉佛。而最佳男配角则是包含了巴克·哈德·阿布迪、布莱德·利库伯，还有麦克·法斯宾德、乔纳希尔，还有杰瑞德雷托。而最佳女主角呢也是落在才刚抱得金球奖的艾美亚当斯，以及凯特布兰奇、山卓布拉克、朱蒂丹契和梅丽史翠普等人。最佳女配角则是有莎莉霍金斯、珍妮佛劳伦斯、露皮塔尼永欧、茱莉亚罗伯兹，还有琼斯贵布。而最佳导演呢则是包含了马丁斯科西斯、还有艾方索科朗、还有大卫欧罗素、史托夫麦昆、还有亚历山大潘恩。